首先感谢诸位法师还有慈母堂我们的师娘，还有黄师兄，以及慈母堂的所有的义工菩萨大家今天的因缘促使大家在这边碰面为了庆祝太阳公公的圣诞而来办的这一场法会所以大家把握在一起的因缘。那今天早上来跟这个黄师兄还有师娘义工们菩萨在这边聊天那平常这边就有很多跟菩萨有缘的就会来这边拜拜乃至于众生都会有生病辛苦都没破病出来有代志需要无数的种种就这个因缘回来拜菩萨就这个因缘让我了解过去的因现在的果所以每一个人都有需要自己要解决的代志所以站着到咱两个家听到一段因缘跟因果所以咱家己提醒那咱在座位各位菩萨嘛爱来提醒乃至现主席有众生托钵让咱身躯无法做主，心内无法解决，拢不要紧但是咱爱彻底了解，咱合佛念香拜拜，拜佛毋是要拜啥物反正要念一遍，拜因果。明白因果，明白因果，解缘释迦因果，解缘释迦因果，超越因果，超越因果，超越因果的意思所以今天因缘成熟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佛祖阿公一切拢有因缘所以今仔日咱大家都借着一条时间咱大家来探讨一下因果对咱有啥物影响？因果对咱家庭有啥物影响？对咱修因果有啥物影响？哇，这真重要所以这个世间是因果的做主每一天自出世一直到死亡咱拢跟因果在行几岁遇到什么人几岁会嫁什么翁娶什么某生什么囝你的老爸老母是谁这拢自好好的所以有一句话是这样讲人还没入土被入了注定所以肉体来投胎的时候就拢算好好啊要来害子要来报恩要来报仇拢总到位所以这个因果敢若咱有吗？无你有你的因果我有我的因果在座的一百因果不共款袂晓看做人就是要来害子所以对我来这边三世因果，三世因果，过去因果，过去因果，现在因果，现在因果，未来因果，未来因果。所以怎么样讲呢？对我来这边三世因果，三世因果，六道轮回，六道轮回，对，就是安尼。但是你要透过这个因果，完全接受。完全无惶恐，完全会当了解，这就无简单咯。为什么？因为是三世过去现在未来这个托钵，完全这次有托钵，今嘛有托钵，
啊，我嘛有托钵，你嘛有托钵，伊嘛有托钵，大家拢有托钵。啊，你的环境接触未对我安怎，干那对你安怎？我的环境接触嘛未对你安怎，会对我安怎？分得清清楚楚，一点也无交相的。啊，所以环境接触托钵有四种。啊，那大家各念一遍，环境接触。托钵有四种，身体托钵，心来托钵，精神托钵，命中托钵，灾难托钵，这四种的托钵，啊，要不做你报仇，要不让你安怎，拢走袂出这四种。那所以道教会讲有五灵旗啊，啊五灵旗啊，啊白旗啊，什么旗啊，嘛无离开这四种。所以有的托钵是影响你的身躯啊，有的托钵是直接啊控制你的心啊，啊有的托钵是伫你边啊，我都哈接受你的肉体啊，有的托钵是直接进来啊，啊所以这咱来了解啊，啊所以身躯托钵，我咧看病啊，我咧看医生啊，我咧开刀啊，我咧倒病一个月啊，你两个月一年啊，我咧倒去眠床。植物人啊，十年、十三年啊，辛苦的托钵啊，我咧着感情啊，真艰苦啊，挂肺啊，啊挂耳部啊，挂了了啊，人搁活掉呀，不可思议啊，啊所以这叫做啥？叫做一个业报不可思议啊，业报不可思议，业报不可思议啊，辛苦托钵一部分啊，心来托钵咧。啊，心理讨报，精神托钵，心灵托钵，我咧气到要死啊！啊，我咧欲望控制袂了，我咧固执啊！啊，所以讲真，这阵托钵的时阵啊，这是真可怕啊，真无奈啊！伊就是要让你死，伊就是要你艰苦，伊啥物都无诶！啊，这就真麻烦啊！但是啊，佛教讲啊。冤冤相报，无完无了啊！啊，因为为啥要去讨报？因为怨恨啊！啊，你把我害得真惨啊！我歪着你的钱啊，歪着你的功德啊，歪上经啊，拢无啊！向来讲拢无啊，地藏菩萨来讲也无啊，菩萨讲也无啊，我就是要你死啊！但是各位爱了解啊，死，敢是真正死啊？老实讲啊，一定人讲啊。啊，因为爱啊，啊，因为我爱你啊，啊，因为我照顾你啊，因为我疼你啊。过去大家拢是兄弟姊妹啊，但是啊，这个世间啊，为着名，为着利，为着钱，为着感情，为着亲情，无注意讲着话啊，无注意啊，为着这个利啊名，大家啊撕破脸。啊，所以啊，你害死，啊，啊，你疼死，互你艰苦，啊，这就是，啊，反正这厝也艰苦啊，我嘛艰苦啊，大家拢艰苦啊，啊，其实无得到什么快乐啊，两个拢艰苦啊，两个拢跌落啊，两个拢落去三宝道啊，真艰苦啊，但是我无啊，众生无明啊，看袂到真理啊。啊，所以我常常嘛看真济啊，啊，即个环境济做做因囝，就是要老爸老母艰苦啊，啊，囝出世就是要报仇的啊，因囝出世就是断脚断手啊，因囝出世就是读得无清楚啊，因囝出世就是食龙虾米啊，就是要来换爸母用的啊，啊，就是要来看爸母艰苦啊，就是要来让爸母破产啊，生敢若死啊，死敢若生啊，啊，所以直直。痛苦了呀，所以这点咱来了解啊。学佛的学生就是了解因果啊，了解因果佫无够，那么解缘、解因果啊，了因果跟解因果，佮来超越因果。那这个就要佛法来加持啊，这个就要对三宝有完全的信心啊。啊，所以心来啊，无了做主啊，妄心妄行啊。啊，三轮七八无去啊！啊，这个身躯是你的啊，空的啊！
众生大条呀，啊，所以众生真艰苦啦，所以佛法第一就是要解阮世间嘛，是希望众生会当了解啊。即世代人咧跳，你即世代人，你来我讨报，后世人我来咧讨报，生生世世就报来报去啦，报来报去哪有快乐？啊，即世人我艰苦，后世人我咧艰苦，后世人我艰苦，后世人我咧艰苦，拢总艰苦，无迄个快活个啦。啊，所以莲花菩萨，啊，所以三昧水忏，所以地藏菩萨，啊，所以药师菩萨，拢是要安讲啊，莫去讨报咯。啊，真艰苦啊！无一个快乐啊，放下啊，放下你就看到快乐啊！啊，放下啊，你就自在啊！但是众生无法度啊，你看到什么，你让我抬起，我就要对你安怎啊？就是咧夹夹袂开啊！啊，所以上紧会当解决这件啊，不一定啊，咱看本身的人啊！啊，你好法完成你这出忏悔啊！啊！那反正这就讲，你有机会，我修行的机会啊，啊，我忏悔的机会啊，啊，你给我三年啊机会啊，你给我一年机会啊，啊，如果我无安尼做，我无修行，我无忏悔，我无精进，我无持戒，我无食素，你让我带回去，我甘愿啊！拜托你给我家己去，你给我一个机会啊！你有对方机会，你嘛给家己机会啊！啊，所以问题就伫遮啊！啊，所以身体讨薄，所以精神讨薄，啊，所以灾难讨薄，车无去啊，啊，厝烧了了啊，啊，地动啊，脚断去啊，啊，骑车出去弄啊，啊，无注意叫车弄着啊。上艰苦的是，啊，反正这组啦，反正这组如果马上互你死。要对你很自卑啊！要啊，你拖一个，啊，你拖三年一个，啊，你拖五年一个，啊，你拖十年一个，啊，你拖三十年一个，啊，你的青春就无去啦！啊，所以死亡脱步，车轮人死去啦！死亡脱步，坐火车弄就无去啦！死亡脱步，啊，所以这啊，人人拢拄会着啊！啊，所以咱搁回搁讲倒转来。三世因果啊，过去现在未来啊，啊，所以咱这个托钵啊，咱有嘛有分做三种啊，啊，即世代人托钵，后世人托钵，生生世世托钵，啥物叫做即世代人托钵呢？咱即马做诶好诶甲歹，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即世代人你着得着着啊，你对人好，啊，你诶好诶果报你着得着啊，你布施你马上好呀。啊！你马上得着啊！你放心，你身体马上健康，你马上得着啊！这是很主席的很实，马上感应，叫做现世善恶报应，很实实得报应。第二呢，这世代人做的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世代人这辈子，这世代人做欺负上做一干，放心虚心修行。不是这世的人报，是后世的人报，是后世人是下辈子啊，后世人好呀，后世人健康啊，后世人受人尊敬啊，后世人子孙满堂啊，后世人你要创啥路啊？心满你的愿啊！啊，无论是你世的人做歹代志啊，后世人好报啊。啊，第三项呢，后生好报。啊，后生讨报是讲，你一世人做的，啊，按后壁杀，第十世才讨报，啊，知影意思无？爱听无？你真清楚啊！所以有人讲无因果啊，不是无因果啊，还免讨报啊！啊，所以大家拢是失败的只啊，目睭看到就是真的，无毋是真的啦、啊！啊，所以不做话来讲啊，咱做人有肉啊，但是看袂到因果的时候。啊，看袂到因果相，见不到因果的相，看袂到福报甲最好啊，所以这是上悲哀啊，这是上无奈啊，这是上痛苦的，就是你遮啊。啊，所以今仔一念心相啊，啊，真了了，大家讲这个因果，就是有原因的啊。
啊，所以爱改啊，你无改，无人我落改啊。啊，要安怎改？靠家己改啊。开始结束啊，开始想，开始忏悔啊。反正这阵嘛是人呢，啊，反正这阵嘛是人呢，伊嘛是真理的。啊，你好好忏悔，你好好哭，你来拜，拜到脚拢流血啊，脚到头拢流血啊。菩萨的加持，反正这阵一定会原谅的。我这阵会原谅未原谅，不是在我这阵，是在于你呀、啊。在于你有迄解脱释了，你讲好，我这阵就离开啊。你讲好，我要成为，我这阵就啊，就未遐讨不遐严重啊。啊，所以你也无要忏悔，你也无要乞丐，你上地藏经一步嘛无效啊。你有要忏悔，你有要修行，你有要乞丐，你有咧放生，你有咧点灯。啊！你先靠伊，你卖阁袂人啊！开始依靠父母啊！啊！开始做善事啊！啊！开始谦虚啊！啊！开始讲话好听啊！开始卖麻烦啊！开始讲话卖人难过啊！哇！你就真正有改变啊！啊！所以，反正这次也要离开啊！你上一步紧就好啊啦！上心紧就好啊，念佛好有效啊！恁上啊吓大步啊！所重点就是咧食，啊，所以咱若知影这个道理啊，那咱就朝这个方向啊，啊，大家去拍拼。最近我嘛听一个啊，一个菩萨伊翁啊，大命啊，大几啊命啊，拢袂好啊，啊，但是啊，啊，伊知影一个所在啊，一间寺庙啊。要去佛像啊！啊，要去这个西方三圣啊，要去阿弥陀佛啦，要去这个观世菩萨啦，啊，要去这个大圣菩萨的像啊！伊看了就真欢喜啊！伊就替伊的翁啊，报是100万啊！啊，报是100万去佛像。伊这个心出去的时阵啊，报是出去的时阵，什么无后悔，哪个出去啊？不可思议啊！啊，所以你有心，甲无心，菩萨会知影无？一定知影嘛。你有心无心，家己知影无？你袂骗人嘛？你有心无心，你家己知影。啊，所以再个要讲，钱真好用啊。不过你若无这个心，你报是1000万嘛无效啊。你有这个心，你10块就无效啊。唔是讲你1000万就是功德无量啊？唔是讲你10块你就是无功德啊？唔是安尼分啊？看你的动机啊。10块是你的全部财产啊，1000万是你的人生诶，你无共款啊！啊，所以透过这个忏悔，咱心口意来改变，这才是真正对家己的保障啊，对家己的保障啊。所以修行，你想啥？修了解因果啊，倒来就咱倒来啊，祖庙倒来种啊，咱就是爱求菩萨，咱加上咱坚定因果啊。一个人啊，知影因果，伊就袂恶变做啊。一个人知影因果，伊就会慈悲啊，伊就做善事啊，伊就帮助众生啊，伊就会菩萨道，伊本身就是观世菩萨啊。所以咱需要，互你知影因果，边仔迄个人嘛知影因果，全部人拢嘛知影因果啊。啊，全部人嘛知影因果，啊，毋是啊，困来去关门无？免关门啊！啊，免关门啊！人啊知影因果。啊，天下太平啊！啊，人也知影因果，你钱还阁惨无？人也知影因果，你钱放在佛桌顶，你拢袂无去啊！啊，你看这个啊，有真侪供庙啊，对不对？供庙主神啊，这庙讲要断庙神，我这门爱过来关起来，你来过来锁起来，等下过年刚来，三太子无去啊！等下过年刚来嘛，金牌无去啊！啊，所以有需要啊！啊，所以这个信人啊，来这个世间啊，不菩萨来降临这个世间啊，伊就是教人爱相信因果啊，相信因果啊，是修行的根本嘛。啊，所以咱借着今日的因缘啊，啊，大家了解因果啊，啊，对家己是一个保障啊，对众生嘛是一个保障啊。你相信因果，菩萨会欢喜未？真欢喜啊！
你若相信因果，啊，你就是观世音菩萨；你若相信因果，你就是太阳公公啊，你就是释迦牟尼佛啦。你行到倒位，身体就放光啊。啊，所以我拄则听到，淘宝535元呢，535元有久无？对咱来讲真久呢。啊，你看我今天厝真忝呢，等你535元呢。啊，如果咱若看龙门菩萨，如果咱若看三昧水忏，几千年呢，等你几千年呢。啊，所以蒙面嘛爱了解啊。啊，战斗不是替这替这个破病人讲话啊，战斗是徛在中啊。啊，嘛无希望你受苦啊，嘛无希望这个。啊，这个妹妹受苦啊，啊，所以都要啥名啊？啊，陈淑墨啊，王志明啊，啊，林雪珍啊，过去这三个人啊，咱就是一家庭的人啊。无定你是我的弟母啊，无定我是恁啊，恁兄弟啊，恁兄弟姊妹啊，为什么好好的人啊，大家斗阵耍？啊，大家伫遐伫姊妹那边啊，为着钱啊，为着感情啊，为着名，为着利啊，大家无小人诶，大家要你死啊，要你艰苦啊，要你毒死啊！我怨恨啊，斗阵啊，拍袂开啊，拄好今仔伊连拒绝啊，我无替啥讲话啊，啊，我是讲一个真理哦，大家听啊，我还阁互恁艰苦啊，你艰苦，伊也艰苦，两个拢艰苦啊，两个拢艰苦，两个拢累啊。不是两个都去呀！啊，你家己看，你艰苦啊！怨恨的人困袂去呢。啊，怨恨的人啊，真歹命呢。啊，所以今仔日有招啊！啊，希望外口的众生啊，啊，希望诸佛顶边的受苦友情啊，啊，大家等下啊，来上报门品啊，大家等下啊，咱做阵来忏悔，大家等下来皈依三宝啊。解阮释迦啦，借着这个因缘啦，啊，太阳公公嘛加持啊，万万万万啊，啊，大家拢得着家己要得着的，病苦消除啊，家庭圆满啊，一切自在啊，你要伫啥拢有啊，满愿啊，太阳公公满愿啊，观世音菩萨满愿啊，就是这个因缘啦，啊，所以啊，咱即马啊，咱来念着啊，太阳星君的圣号。南无太阳星君啊，我们来念着太阳星君的圣号，愿太阳公公加持啊，让我们得到身心的滋润啊，能够回光返照，能够回头是岸啊，能够了解因果啊，让我们过着因果的生活，改变命运啊。所以大家对我俩，大家就莫病肯行，莫病肯行，为诸救星，为诸救星，两菩萨名，两菩萨名，因请啊，因请三宝。